医疗区块链项目 Intiva Health 日前召开说明会，创始团队在会上解析了区块链医疗应用前景，百余人参加活动。Advisor 代表王爱平表示，医疗区块链项目 Intiva Health 在世界通证经济论坛年度峰会上赢得了沙宝创业挑战赛2018年第一名，从全球17个国家137个区块链项目中脱颖而出。该公司将获得价值25万美元的开发服务、咨询服务，可以免费上交易所和其他会员服务。谈起美国医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与领先全球的先进技术，与此对应的便是高薪酬的行业。冠军区块链医疗项目 Intiva Health 将区块链技术与医疗行业相结合，在区块链上保存医疗相关的医师执照、职业考试资格、法律文件、医疗差错保险保单等，从而提升医护专业人员的工作效率，节约行业整体成本。基本上和医生有关系的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平台上面。整个美国平均一个医生在这跟这个非诊疗有关系的这个工作上面，大概每个星期会浪费8.7个小时。那这个市场有多大呢？大概浪费了530亿美金。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工作做好以后呢，其他的医院到我们平台上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把一个医生的他的所有的资质可以马上就得到，就是这个平台最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档案管理这一块，相当于就是资格认证。资格认证是区块链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应用，这是我为什么非常看好这个项目的这个原因。王爱平表示， Intiva Health 的愿景是为所有的医疗专业人士、医生、护士以及其他的医疗从业者建立一个基于 Hashgraph 的首个整合性职业平台。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